敢出战华雄？员工，我有上将军潘凤，手持一柄百斤重的开山斧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此人必可斩杀华雄。潘将军何在？末将在。你敢出战吗？有何不敢？我的大斧早就饥渴难耐了。好，如果你把华雄斩于马下，赏金百两，赐良马五十匹。领命。取酒来，为潘将军壮行。华雄与潘将军征战不到一个回合就被斩于马下。一个回合。潘将军果然英勇啊。